行吧，凑合玩吧，征服者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先去对面野区。挨一波揍，然后回家。麻烦不断。全军出击。不是他俩咋的呀？他俩干嘛呀？试试我。嗯？不想好好玩，咱谁也别玩啊！我让你来野区骚扰我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野咱都不打了，直接去下路。下路俩人不是不玩了吗？谁也别玩啊！今天谁也别想好好玩。他妈杀着 AD。抠一下。虚张声势吗？怎么回事？抠一下，给我打死他！漂亮。回家了。下路这把我跟你们说，就会变成我们家提款机，我就无限往下走，我都不再去上半段野区的，我连蓝我都不要了。今天谁也别想好好玩，敢野我。我们无限去下，哎，不行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的鸡啊，这不能打一半了。旁边有人，这为什么搁里面呢？跟我上来，瞎眼吧！俺们家这下路这俩人真是，
还行，耙子一个可以接受。没等我来呢，俩人全死了。哎呦天哪！啊，潘森就不像个人了。但是算了，无所谓。打个石头人继续。试试我吧。我上来，潘森，这潘森让你玩的，上啊！瞎眼吧！怎么没有人头呢？打条小龙吧呢，腰子已经无敌了吗？觉得走运吗？嗯，一打二可能费点劲，不去了。我们的装备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可以一打二。等一下队友吧，等一会儿。他俩双五，他俩双四，来，给我上来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瞎眼吧！啪啪，抠一下。上墙，我的人头，瞎眼吧！啪！一啪！啪！扣一下！啪！啪！终于给人头了。谁来了？刀锋来了。你觉得我怕刀锋吗？你觉得刀锋在我这里好使吗？别把维恩给炸了啊，回家了，算了，打个红的吧。我有没有蓝也不行啊，他也不好使。试试我吧。我决定就在下路买我的三十一听。来一波400平小别野，
捉鳖一样。继续。不好杀啊！这边先打个蛤蟆。一上来，瞎眼吧！我九个助攻，人头全让你们拿了，你给我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像人吗？像话吗？那我就只能启动好兄弟，好兄弟环节了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去把蓝打了。这火蓝可挺烦人的。放松，火箭。你给我杀这 ADC， 我先闪一手。啊，他跑得好快呀，闪现了。打了吗？你们说我征服者，我还来一个什么流蓝枪呢？把头埋低。出盾弓，我不的，我才不出盾弓呢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，我才不出盾弓呢。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。我到了，这火蓝挺狂啊。这火狼太狂了，这火狼没有人吗？没有人治治他吗？为什么感觉出了装备还不如不出装备呢？Shut down。嘲讽他。收集者了 ，AD 给我杀了，一走，
区区还挺高。玩什么呢？俺们俩一个辅助，一个打野，在这收兵收他干嘛呢？你说？来中路给我杀，瞎眼吧，抽一下，不敢上，可以要。打我身上好痛啊，打呀，这有个红，我把红打了呀，没红，没红有鸡，我把鸡打了。哎，瞎眼吧。我嘲讽，瞎眼吧！哇哦！好脆！来个夜刃之风吧，觉得走运吗？先出个布点海，把头埋低。先把 AD 杀了呀！啊，我们去找 ADC， 兄弟们去打龙，先把跳弹打了，断了 ADC 的后路。追踪啊，这波可以追踪，来吧。哇，腰子舍己为人的腰子扣一下。他们家的位上哪去了？瞎眼吧！算了，不好杀，拉倒吧。大卫行啊，嗯，这大卫回回这么玩儿，
你给我死，我这兄弟这么多，直接打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卫都死了，中路那什么，潘森确实行啊，中路勾引一波，这波我们可以来中啊，瞅眼大胃王了，来算了不上了，他后边有人，他有个大胃不上了，旁边可能都是人啊，小心点，回家来个月运之风，把头埋低，我好多助攻啊，我有十四个助攻，这十四个助攻要是都变成人头，我现在应该就神装了，俺俩往后撤一撤，这刀锋是疯了是吧，嗯，瞎眼吧，闪现啪扣，ADC 是吧 ADC 一上来，可以杀，瞎眼吧，真的他们家那大背上哪去了，大卫呢，啊大卫去上路带线去了，在大风墙上，吵架了可能，这是比较正常。